王哲林好球，哎，转移的漂亮啊，王哲林看到了，漂亮，哎，阿布沙拉木这球处理的也很聪明，嗯，有一个可能比我们稍高那么几公分的这么一个身体的一个优势在，对，你说这怎么来调整，我们看这边挡拆之后阿布往外，因为呢这个夏天啊两支球队比，我们看 好球啊，是这是一个不错的反击，红队和中国队依旧还是领先着八分，这几个回合其实破这个二三的落位啊，整个阿布杜沙拉木在整个罚球线的策应，之前首席也提到了，起了非常关键作用，思路很清楚，对，不管是自己的往外撤还是45-30啊，目前已经是来到了15分的分差了，哎，好球好球啊，这边又是突破分球之后，赵继伟找到了篮下的阿布杜沙拉木，哎，每次进攻要严肃和认真一些，这边阿布杜沙拉木再次突破造对手犯规，没错，下午打比赛，其实以往这个时间段球员可能是在午睡，你的身体是在一个松弛的状态，是你长期以来呢上前不上前，夹击不夹击，刚才那一下有点犹豫，试探了半步又退回来，好球好球，这一次的反跑又是超后门，阿布杜沙拉木防守的中距离没有投进篮板球，2+1打成，好球，标志性的阿布都市的庆祝动作，阿布都沙拉木啊，阿布都热西提，对，这个美国的评论员是念不清楚，念不清楚，还是这个悬赏是吧，阿布都沙拉木再造犯规啊，你像这个球也是阿布都沙拉木信心满满的去冲击内线，但是呢一个这样很强的我们看对抗之后呢造成了马克西姆的犯规，这就是之前提到的上赛季效力于 NBA 发展联盟的球员，北京，做选秀呢，对，我在选秀大会的现场采访，姚主席还在上台致辞，对，我们可以看到在防守端很多遍他防守端的成功率一高啊，开始带动他进攻端整体的命中率也有提升，球是，而且我们之前从上半场的几个零星的他呢他在场啊，整个的进攻会活泛很多，邵泰龙补防把球断下来再给到范子铭，好球好球，这一球三线快攻，范子铭这一下反应很快，要传球给到赵睿，好球，哎，哎，这球阿布杜球没拿稳换到左手，后续的反应还是很快，对，导球速度还得加快一点，对，好球，这边方硕给到中路空切的阿布杜沙拉木，方向去别倒了这个掩护的球员，是这个球啊，也就是赵睿包括像赵继伟这样的球员敢往这个大个直接往身上撞啊，阿布杜沙拉木主动接过了拖把，清理地板，防守上来了，再往弱侧转，好球，这球阿布杜沙拉木造成了对手的犯规，当然了我觉得这一球的投攻还是要记在赵睿的突破分球上，对，是这一下的撕扯是改变了对方的防里边，是防守方要跟着进攻方来做调整，就转的稍微慢了一点，好球掉到篮下，哎，这球有一点干扰球啊，被盖了之后再去强打，这球应该是先吹了犯规，阿布杜沙拉木要上罚球线，但是我们看第二点的反应很快，这一传啊弹速和反应都不错，这球应该是在界限之间，对，不是那么大了，对，哎呦好传球赵继伟，大家如果有看过去两高位掩护，不是宣来发起挡拆，好球，哎呦，这球呢好球好球啊，这球虽然还是打进了，先发阵容之后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啊，嗯，王哲林，哎，转得漂亮，这球吸引了内线双人包夹，阿布杜沙拉木又是空切篮下啊，这个三分球就麻麻得了，一般般啊，王哲林好球，哎，转移的漂亮啊，王哲林看到了，漂亮，阿布杜沙拉木这球处理的也很聪明，嗯，投篮时间不多了，看看刘志轩
再转阿布杜沙拉木大空位三分球，吼吼，两双到手。哎，我的三分箭是地狱的火焰，好球啊！56-34，11分12篮板啊！这个球呢？